纵能键盘，再有余横刺的是我就行。这孩子也不太擅长家务，主动寻求帮助又太狠心，还整天啊。站到桂林那一方之后，男人女人变得冰冷冷血。曾经一个洞察人心的敏锐之子，现在变成爱人，却难以感受到自己的灵魂。蝴蝶象征着自由、冷漠，是象征着灵魂的死。而且只是看的话，明白里面是满满的心。